要放一个那个 video。That's what I gotta get. Right here. If I don't get that, it's not a good day. My favorite.小蓝帮忙出来翻译一下，这个是非常神奇。来，这一张是我刚刚这样随便这样选的一张哎。那这个如果这个袋子是拍的，他以前就拍好了。嗯。他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拿到这一张？这个很奇怪。Now Robert, how did you know that he's going to pick this one? You filmed this quite a while ago, right? It was magic. 他说这就叫做魔术。拍拍手，哇，这就是魔术。对呀。I know his mind. Oh my God. But you must be crazy. 我现在在想什么？你问他。现在。What is he thinking right now? He wants me to sing a song. Oh my God! Oh, 太厉害了！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Very much. 谢谢 Mr. Robert. Thank you, thank you. 哎呦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啊，外国年轻人看起来很年轻，才20出头就有这么大的本事。接下来要介绍纪中平先生。哎呦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哎，今天好像都是魔术，然后提琴。对呀，对呀，都是魔术跟提琴。听说您这个提琴就不是开玩笑，是真功夫啊！需要什么人配合？需要 Robert 唱一首歌。没有，跟他开玩笑。真的。我今天也带一个很特别的团。特别的一个团。哦，是学校里面的团体的？没有，就是说这个团体成立很久了。哎呦，是台北市立交响乐团。然后这些团员都信同样的信。哎呦，所以这个每个人他就不一样，有些人他是喜欢这个星座是一样的，对，来做一个团体。有些这个同一个学校，有些性别，对。那你是专门找姓纪的人，大家来做一个，哦，这个非常不容易啊。主唱是我爸爸。哎呦，原来是纪伯伯。哎呀，现在赶快先请他们出场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欢迎伯父伯母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上帝，好厉害，哇，阿姆，哦。看到纪中平的这个音乐素养，就知道他已经出生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家庭教育的环境啊。以台湾这个歌坛来讲啊，这个贡献很大。哇，很多歌星都是这个唱歌他自主啊。我爸爸是江苏淮阴人。啊啊！你也不早一点讲，害我一直讲台语的。啊！我贪污。哎，我贪污。贪污啊！贪污。
天乌了。那么就请伯父母大家就帮帮忙啊，这个为这个小平也为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一段表演。对，你手上写的。痴呆症。哎呀，老爸把歌词写在这手臂上，大家也不能一直盯着爸爸的眼睛看，这样也不行啊。啊，歌曲曲名叫做《少年的我》。少年的我，鼓励一下，来啊。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，秋天的我。感动的表演，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下课了。起立，立正。